我喜欢做一些挑战形式，摩托、滑板，包括魔术。你们说这是狮子座的胜负欲，其实这是我对极致的追求。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用力一搏的勇气。当我们说勇气是一个人重要的品质之一时，不是说没有畏惧，而是心怀畏惧依然迎难而上。逆境来临，和我们一起用勇气点亮光芒。